刚刚看到宣传海报上有你的名字，哎，好厉害哦！其实也没有这么厉害啦。嗯，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没有啦，就只是……这是谁啊？怎么看起来跟以前肉酱不一样了呢？因为生命中总会经历一些事情，教会我们成长，也逼着我们改变。也许吧，成长总是会让我们受尽不少委屈，但也因为这样，更应该要相信我们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。豆浆永远都是最好的豆浆。经历多少改变，都要认同自己，也要相信每个阶段都会是最好的自己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认识我自己。